么东西来的？一斗大明星来喽！在今天的元气时段呢，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 HIDO 大明星呢，现在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成为我们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副执行长，拥有台湾神级吉他手之称。我们欢迎黄中岳老师。大家好，我是黄中岳，谢谢您的美言。老师刚刚一直在那个要开麦之前说，不要叫我副执行长，我会浑身不对劲，是吗？对啊，因为毕竟还是来自于那种民间的，我们还是要这样子，那个就是尊称您哦，好不好？在今天的访问，好紧张，好紧张。因为这个老师今天特别来到现场呢，就是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啊，最近有活动要跟大家见面。那其实我认为是特别身为我自己也是高雄市民，是我觉得从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发想建设，其实一路以来，我相信市民朋友都可以感觉得到高雄市政府对于发展流行音乐产业的决心哦，特别。也像最近啊，晚上我经过那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对，好漂亮哦，然后还会变色哦，我就可以录动态影片这样。然后这个觉得很兴奋，其实这个最近呢 ，Vivi 就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也透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除了我自己的脸书会收到一些面膜特价的资讯之外，我还会看到这个高流的粉砖一直跑到我的脸书动态。很兴奋的就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最近呢要来举办高流系乐团大赛乐团兴奋坡的比赛，对，可是我蛮疑问，因为其实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幕嘛，对啊，对啊，那还没有在这个正式开幕之前，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让我们决定说好，我们要先来举办这个乐团大赛？其实这个系统在高雄深耕有关于在音乐人才培育啦，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这些音乐 展演的节目，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像我们最主要的营运单位目前是在 Live Warehouse 嘛，存在在高雄已经五年了，很快的就是在明年度我们的高流就要开始正式的营运。对啊，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应该让就是高雄的朋友，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也是让全台湾知道说，就是我们高雄这边有这样子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基地。对，那我们就想说，好像应该做一些什么热身形态的一些活动，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名称叫做高流系乐团大赛乐团兴奋坡，高流系这三个字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应该是从系这个字来解释吧。那比如说从音乐的流派来讲，就是你知道有涉谷系啦，像日本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文化象征的表现。我们第一个是很希望说，未来在高雄的跟人才培育的，跟任何的音乐教育或者是这一类的啊，就是主题性的音乐活动，我们都希望把它归类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当中。那第二，其实呢，它回归到一些我来高雄之前，我自己是在台北的艺术大学，对，在教课嘛。那我们会很希望说，我觉得国家这边其实对于流行音乐产业，其实投注了很多想要去努力开发的资源。那我有点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以系所的概念，把它带到高雄这边来。但是呢，其实我们又并不是真的好像很严格，就是教育部的学分啊什么的。可是我们的确有针对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我们设定了另外一种主题，叫做超营养学分。就是你来上各种不同的课程，然后你可以更了解流行音乐它涵盖了哪一些的面向。对，所以我想要用系所的一个概念来把某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知识对整理好，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副执行长就有提到说啊，以前我们可能有听到那个什么涉谷系，然后我突然瞬间回忆回来，因为我好久没听到这三个，然后我以前知道我的年龄了。不会啦，我家 CD 柜里面真的有躺着我幼时，因为就是其实也不是很懂什么是涉谷系，可是就觉得啊好夯 哦，然后要买几张。对，我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副执行长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融入到这一次的比赛。我甚至对这三个字有一点未来的想象，是能不能够未来有一批人是为高流系这三个字所迷恋 ？Maybe 像当时年幼的我，我也不是很懂什么是涉谷系。
股市，可是啊，这个音乐是来自他，我就想买，我就想听，我就想了解。对，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刚刚分享了高流行之外，他还有一个这个乐团兴奋坡，也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名称嘛。可是因为说实在话，我们常常主持这么多的比赛，想到比赛就是很紧张啊，然后很刺激啊，然后杀个你死我活，为什么要用兴奋两个字来作为活动的名称？其实你刚才在讲那个比赛的那种种的感觉，它严格讲起来它也都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嘛。嗯，那我很想要让所有这次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的乐团的年轻朋友们，他们在参与从开始准备他们音乐一直到最后这个活动结束了，他们会觉得说，哎，在这过程中间他们会感觉到很多的兴奋，那个兴奋可能不光只是来自于自己的成绩表现的优异，其实应该是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一些经验，我们想要用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更没有压力的传递给这些年轻的朋友。那我们希望他们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哇，好开心哦的兴奋感。对，而不是好像只有一定要争夺个名次。对，刚刚说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当然不想要让它只是沦为一个形式，就是也希望让来参与的这一些参赛者有很多的收获，而且对于这样的收获跟交流是感到兴奋的。是。那这一次其实我听到赛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赛制超搞纲，但是也超酷，因为它是在那个最终五强的乐团，他们必须要进行3回合，而且是重复性的竞赛，就是说从2场的复赛然后到决赛，那最后这5组哦，一模一样的5组乐团哦，要连续3次在评审团面前然后演出同样的2首曲目。是，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赛制？我们现在把比赛把它拿掉，你会发现一件事，有5组年轻的乐团，对，针对他们自己选出来的2首曲子，对，在一群很有经验的评审面前，对，连续表演3次。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很紧张，对，然后呢评审就会针对他的表现呢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可能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你可以从哪个方向来注意，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听完了这些评审的建议，如果他们愿意就是哎自己给自己一些你知道改进的可能的话，对，下一次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更好一些。对，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执行到第3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乐团在那2首曲子上，他们自己选的2首曲子，应该都会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我们回来看这些年轻乐团，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很多很多的音乐比赛，其实无非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名次，对，然后有机会被人家看到，没错。可是我自己在舞台上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你一定要准备好才站上舞台，你站上舞台的那一次其实就应该是最好的表现，没错。可是呢，我们大家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慢慢走上这样成熟的过程嘛，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得到一些很有经验的评审，对，马上就直接告诉你说，哎，你看那个演法或者你看那个展现的过程，对，如果在注意哪一些事情的话可能会更好，对。而你有这样子的机会直接学习到这些，是来自于真的是业界的而且都是金曲奖得主的评审来告诉你说，哎，我觉得可能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资讯应该是过往应该是很少有任何的比赛可以提供的，我没有听过第一次。这也是我们高流就是很希望能够为高雄的特别是我们是在针对大南方地区，就是从云林以南包括了澎湖，是，那我们很希望就是像这样的能量我们可以先保留在我们南方，就让南方的人得到说，哦，我们在做的事情跟北部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强调，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很想要去做南部北部的比较，可是我觉得我们南方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文化，自己的一个就是运作的一个模型，从整个的执行面向上面的最基本，我们就完全是跟北方人的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样应该还蛮酷的吧。对，难怪刚刚副执行长说你觉得在这一个比赛当中他是你们设想是很平易近人的，因为包括连听到这个赛制我觉得很人性化很温暖，对，有的时候真的太紧张啊，一上去嘟嘟嘟嘟然后表演时间就结束了，是，对。可是我们给你3个机会，只要你愿意，其实你真的可以从最专业的大师的口中然后他们的身上学到最宝贵的经验，然后还有在下一次跟下下次的表演。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评审团也不容易，因为就像我说其实这非常耗时间，你们还要花3次不同的这个时间然后来听听看他
们的改变。对，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就是也都是来自于高雄的乐团朋友愿意担任这样的评审。对，然后我想要再强调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比赛我们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没有人是输家，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赢者全拿，所以就是那个赢的人就是你也有奖金，你又可以跟谁怎么样，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对，当然这是一个奖励。对，可是我们很希望就是整个的活动结束了之后，每一个人都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拿到的东西真的是用钱也买不到的。哦，对，这是我们很希望能够提供出来的。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超酷的赛制之外呢，这一次的评审团啊，据说会有两组金曲奖的得奖乐团，还有业界的企划宣传的专业行销人士，大家来组成。能不能跟我们很快的聊一下这两组的金曲奖的得奖乐团？两组都是来自于高雄，就是我们才刚拿到金曲奖最佳乐团的灭火器哦，以及个人非常非常欣赏的另外一个乐团叫做迷先生啊，是是是。那这两组乐团在虽然感觉起来似乎好像都是以 rock 的音乐表现的方式，可其实这两组乐团的音乐内涵，还有他们在探讨的包括在文字面向上，对，包括在他们的那个表演的诠释方式上，其实都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很想要让我们高雄的朋友，就是这就是我们高雄自己可以办到的事情。我没有特别一定要什么台北的资源啊，怎么样子的，就是我们高雄人。然后我们高雄人自己给高雄人一个建议，一个加油打气的一个过程。哎，那我们北部如果或不同的城市的人想要来报名这个比赛，也可以吧？还是他只有限？我们就是限云林以南哦，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样子。然后其实在这一次获得我们的应该说优胜乐团呐、啊，除了奖金之外，我们也帮他们争取了，就是可以担任迷先生在台湾巡演的暖场乐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那因为接下来这个乐团兴奋波的报名截止日期快到了，没错，是不是可以请副执行长赶快告诉大家详细的这个截止时间、报名方式，然后鼓励大家赶快来报名。我们的截止日期是在10月27号。那现在所有的报名的方式，如果您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方面资讯的话，其实你只要在那个网络上搜寻乐团兴奋波，你一定会连接到我们的报名的相关的网站。是，只是你在报名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需要准备3首你们这个乐团的自己的原创的录音的作品，以及一个你们这个乐团是直接用手机啊，或是用任何的摄影器材拍的不间断的一首歌的演奏的过程。哦，不得。然后好像会你需要写一些就是这个乐团的简介，这是很必然的一些事情嘛。对对对对。确认你的资料都有上传到我们的网站，然后就一切 OK 了。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就是我们是在27号，我们是27号的什么时候呢？晚上8点。对，晚上8点就截止了。好，那目前其实我已经有偷偷的听到了几组的乐团他们报名的作品，没卖吗？哦，我觉得真的很好哎、欸。是是是，鼓励大家不要忘记了10月27号拜二，然后在晚上的8点，我们的报名时间就截止，鼓励大家踊跃来参与这一次我们的很截然不同的乐团的比赛的方式。对，可是呢，一定还要请就是愿意来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件事。什么事？因为呢，如果你刚好就是那五团之一的话，对，我们很希望后面的那3天的比赛，你一定时间是要是 OK 的。复赛的第一回合是在11月16号晚上的6点，然后第二回合呢是在11月23号，也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是也是一样晚上6点。最后的决赛隔了几天而已，是在11月26号，也是晚上的6点。那我们的场地都会是在我们就是高流的 Live Warehouse， 就11月16、11月23、11月26号这3天就是要来报名的乐团，请至少先把这3天的时间空下来。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真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五组乐团之一，对，你千万不要因为这3天有撞期，结果你错失了这个机会。对，真的太宝贵啦，这么多专业级的老师，我现在去组团还来得及。可以吗？我们没有年龄限制吧？我没有年龄限制啊，好像没有哎、欸。哎、欸，所以我如果今天是50岁大叔也可以哦。哎、欸，你在叫我吗？鼓励大家，我觉得这个有音乐梦在我们的高流的这一次比赛是任何可能性都会发生的，是，对，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10月27号礼拜二晚上8点截止。那今天很谢谢邀请到我们的黄中岳副执行长来到现场。谢谢。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因为在这一次的乐团兴奋波乐团大赛的优胜队伍会在迷先生的台湾巡回演唱会来担任暖场乐团，是，所以今天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迷先生的新歌《示爱动物》，也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现场。谢谢大家，谢谢。